高手谈感受，王俊凯对表演心存敬畏。在表演这一块，我只是一个刚刚就是进入这个圈的一个小菜鸟，感觉。快问快答，惊喜不断，小凯爆料小秘密。当时我微博粉丝到20000的时候，觉得我自己特别火。入驻 TF 家族，坚持到底，回忆旧时光，诸多感慨。至少我选择了坚持下去，我觉得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。本周六，王俊凯做客蓝宇会客室，畅聊小小年纪的大大梦想。